小天使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这里是我的私人澡堂哦，你没有看见门口挂的牌子吗？哎，小心一点，不要在浴室奔跑，很危险哦。我没有要赶你走了，我只是吓了一跳而已嘛。真的啦，你别那么害怕，我没有在生气哦，你看。姐姐有在生气吗？没事啦，你又不是故意的，姐姐知道哦。下次啊，小心一点就好啦。那现在，反正你都来了，就洗完澡，泡个温泉，再回去吧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你不用跟我客气，反正这么大的澡堂。也只有我一个人在用，难得有人陪我，热闹一点也不错嘛。过来，坐下来吧。姐姐帮你搓搓背，好不好啊？等你洗完澡，我们再一起泡温泉，好吗？好乖，好乖，来。姐姐帮你洗头哦。啊，你可以自己洗吗？哇，好厉害哟！不过姐姐帮你洗会比较快哦，而且我一直想试试看帮小孩子洗头呢。啊，对了，你要戴浴帽吗？我这里有哦，戴了水跟泡泡就不会跑进眼睛里喽。好。你已经不是小朋友了，姐姐知道哦。你已经长大了，是成熟的小天使喽。那等一下洗头的时候不可以乱动哦，知道吗？来，眼睛闭起来，要冲水喽。再来，要抹洗发精哦。这个力道还可以吗？会不会太用力啊？眼睛还不可以睁开哦。
秋水咯，再忍耐一下下。你都没有乱动，很乖哟。再来要洗身体，我帮你稍微充实一下哦。姐姐来帮你搓背哦。前面你自己洗啦，好吗？这是我们两个的小秘密，知道吗？怎么啦？你会冷吗？那要不要过来让姐姐抱一抱啊？来嘛，不用那么害羞嘛。我来坐在姐姐的腿上啊。